今天咱们吃撒火锅，这就面馒头。哎，没错，便利店哦，甜辣炒年糕，还有一碗关东煮甜虾。咱先把年糕泡上，稍等一会儿，我去微波炉叮三分钟。热好了，热好了，倒一杯冰镇馅料。不开，不开车，加上酱汁儿。酒吧，酒吧。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，喷不出鼻泡来。哇，太好吃了！要是晚上你们刷的我这视频，不好意思了。加一点芝士，哇，开始拉丝，哇，开始拉丝，哇，这火鸡面还是得加芝士啊。稍微给他点时间好了，现在这口差不多。还剩最后一口火鸡面，留给谁？没错，留给甜虾。我刚才把那小块甜虾都包出来了，甜虾盖火鸡面。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！哇，这甜虾肉好糯好嫩呀、啊！虽然都拌在火鸡面里了，依旧能吃到甜虾那个鲜甜。好吃。烧烤包浆豆腐。嗯，我吃起来口感跟豆干似的。嗯，感觉就是把大面筋做成了这种形状。我以为他说包浆豆腐里面是巨嫩巨嫩那种水豆腐，不过这也好吃啊，嚼起来很有韧性。关东煮的汤喝起来真舒服啊！我这关东煮里头加一小麻酱，厚一小碟辣椒油，先来个大萝卜。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！我这大萝卜一咬就爆汁了，鱼子附带。哇！外面是浓郁的麻酱和香辣香辣辣椒油，里面还是吸饱了关东煮汤汁儿。嗯，哦，这是小龙虾附带，里面能吃到完整的小龙虾颗粒，一整个小龙虾那个虾肉，还有两个吸饱麻酱的魔芋结。每根魔芋结跟魔芋结之间，哇，都吸饱了麻酱。哎呀，我的妈妈呀！这肥牛也太嫩了，泡到现在这个肥牛特别特别入味。这个是他们一个新出的东西，脆藕鸡肉棒。哦。中间是一整条藕条，麻酱关东煮味道也行，好吃。黑煤球收尾了，嗯，里边是很绵密、很浓郁的抹茶馅儿，嗯，哇，它上面部分是抹茶生巧，底下是抹茶慕斯。把我那给吃了，你看底下的慕斯特别轻盈，特别绵密。行了，就这样了，就给小助理买黑莓球去了，拜拜。